27年前，天后陈慧琳喺演唱会尾场曾经讲过呢番说话。如果我生孩仔抱住两个 B 咁做，可唔可以着短裤出嚟唱《花花宇宙》同《大日子》咧？在这一日的演唱会上面，骑尼兑现承诺，第一次和大仔黑狗仔流星和小仔小笼包流心温馨同台冧爆 fans。 拿着上一身女神打扮的骑尼，一手拖住黑狗仔，一手拖住小笼包，还大唱经典歌《圣梦成真》呢。估唔到咧，冇见一排细仔小笼包，佢已经三岁仔咯噃，而且仲越大越似 Kelly， 十足饼人一样。而虾饺仔同小笼包仲好识做咁，同现场观众打招呼诶。Merry Christmas, everybody! I love you all. Merry Christmas, everybody! I love you more. 下最后两个仔仔仲揽实 Kelly 唔放手，影完靓相，要让完一两，先乖乖落台。呢个时候 ，Kelly 即刻一阿汗咁话：大家冇见我几年啦，跌咗呢两件出嚟。都几辛苦啊，爸爸。有时候 key 又被追 Kelly 喺 Facebook 上载三母子合照同短片，仲留言话：我哋一家喺红馆同大家过冬，非常温暖呢。嗱，虽然 Kelly 咧婚后低调相夫教子，但现时内地真人 show 大热，据知唔少制作组对 Kelly 三母子都虎视眈眈，但因为考虑到一对宝贝仔嘅学业，同唔想佢哋太早接触娱乐圈。